所有的毕业同学，我们这里先合照。过去的六年来，我们在学校做点点滴滴，老师们会永远记得。相信我们同学们，这都是在你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回忆。祝福你们，希望你们今天带着我们所有人的祝福，将来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都能够过得非常的顺遂，表现非常好。在过去这六年来，你们的表现，我们所有老师们，我们所有学弟们都看到了，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更加的努力，努力成为